甲肝丁好为你分离优质茂谷柑推广记者会，记者会开始咯。3、2、1，请撕开红纸，掌声鼓励。万事如意，万万招财，神来即旺，旺大福到。吃茂谷柑脆分离，优质茂谷柑分离上赞。咱婚姻关系台湾上大农业生产基地了哈，所有农产品吼啊拢是非常的优质哈。啊，那么今年咧，阮特别来甲大家推荐吼，就是咱婚姻所生产出来即个木谷柑吼。啊，因为过去这一年吼，伫婚姻关即个气候的条件比较顺利，所以今年木谷柑生长的情形非常好吼，包括讲伊的形状真水吼，伊的色泽真水，伊的品质甜度、水度拢真有够得着吼，也是绝对过年期间哦，唔管讲咱家己。要吃，不管是要行村上朋友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啊，今仔日来到台北的这个立法院感谢各界对阮婚姻农业的这个鼓励，对阮农民的这疼痛，请大家继续会当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农业，来疼痛农民。台湾真正是宝岛啊，婚姻更是好地方。咱种什么就有什么，中秋咱就爱吃豆腊云蛋，啊，即卖来木谷柑，就是咱过年的时阵咱的年柑，因为安尼酸甘甜啊，酸甘甜，真正有一种讲袂出来好滋味。那过年要送礼、要致用、要敬神、要拜拜，木谷柑是最好的选项。今年度的哈，那个我们国客的木谷哈，木谷柑哈非常的水，啊那非常的好食哈，因为今年度的品质哈是以往以来哈今年上好的啊，希望讲吼，咱的乡亲时段吼，会用对阮国客的木谷哈来做一支持。啊，2月3号哈，阮有办一个古坑有礼貌的活动哈，啊，希望咱的乡亲时段大家哈，一工小少来阮国客国客公所的头前广场的头前哈，啊，阮有举办一个国客无礼貌哈的一个活动，啊，就是阮国客的伴手礼，对阮国客的木谷会底下做一个推广哈，啊，希望咱支持哈台湾的农业，支持婚姻。支持国客的目光，感谢。